有意义，而他们都邀请了我，就是那个邓超的小孩，所以就特别期待等一下。很高兴先看这个。你说了邓超和小明，那我想了，碰到了已经没戏了。对对对，邓超碰到明。他们俩不是一样吗？不是一个那个土鳖与海龟吗？与土鳖与海龟有区别啊。其实这两位你都合作过，对不对？你都合作过小明和邓超，所以如果说给你一个再有一次合作的话，你非常想跟谁再来一次？其实那个邓超。做了三部了，《四大名著》完了，《四大名著》五二三十可能在那个经典馆一些时候，所以这个缘分我觉得，而且小明也确实也很期待在里面做的，都特别开心参加。刘飞现在说话就滴水不漏啊。啊。这不难吧？是啊。黄晓明。小明啊，小明。帅气。帅。帅。他快哭了。帅实力。这个帅实力，这个好，那就智慧吧。啊，帅实力智慧，你看都费劲说这三个词儿出来。好，万人迷，万人迷，万人迷。好，邓超。邓超是那个，我觉得邓超是比较搞笑，就是他搞笑天分也很让人惊讶。啊。然后演戏也很好，我觉得很帅。是不是又觉得又觉得？那这样，那个字形容一下自己，一个字，形容吗？我角色加入。